2023风筝节期间，旗津地区庙前路段自12时起至22时，规划为行人徒步区，禁止车辆进入，以维护行人安全。本分局也在各路口派遣员警或义交，弹性管制进出车辆，确保行车及居民顺畅。经统计，今年一月迄今，庙前路段、管制路段共举发174件违规，风筝节期间共举发55件车辆违规。行人徒步区，其中以机车行驶管制区居多，另外电动四轮车有其固定路线，但不包含在庙前路管制区内，若有行驶一律拦查取缔告发。辖区警方已多次向电动车出租业者宣导，务必对承租游客详细说明行车路线，避免受罚。本分局将持续针对庙前路管制路段加强宣导，并透过林里长向居民说明管制区路段及时间，请民众配合，以确保活动安全，并兼顾在地居民权益及游客的安全。